女生宿舍的玻璃心。来，我今天心情好，请你们吃东西，随便请。这么好啊！哎，这个好吃，吃这个。哦，好的。哎，张静。张静，给你吃。什么意思啊，张静？干啥呀？啊，给你吃零食。谢了。最近天气热了，鞋子容易闷脚，最好放到阳台吹一吹。我的脚才不会有味道呢。嗯。你们，哎呀妈，恶心死我了！张静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？你是嫌我送的零食恶心，还是嫌我脚臭？我没啊。哎，不是，你咋又敏感了？我是在看哭悲，这电影贼恶心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骗你干嘛？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一想到电影我就想吐。那你闻，你说不臭我就相信你。你有病吧？哎，你们谁给我充过话费啊？我手机没网了。我帮你充吧，充多少啊？50，应该够了。OK， 收到了。咱们吃饭去吧，不管。好，我拿个饭卡。啊，等等，我也去。怎么不存在呀？张静，你当我不存在是吧？张静，今天平常吃的什么菜呀？我这不吃的开心吗？看你怎么会。张静，你就故意当我不存在。我们孤立你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